就在这个起见涅槃法会上，醒安大师发了48大愿。那真的不是发起了大菩提心的人是发不起这个愿的。啊，愿愿都是悲智的结晶。那这篇劝发菩提心文，就是在这个涅槃法会上写下来的。这样经过了10年做这个法会，到了45岁，他就又开始闭关，就在杭州的梵天寺燕关。他就梵天寺一个精舍，西边精舍，他的进士叫寸香斋呀，就是有尊客厢房，就是一寸一寸香的这个时间谈一谈，除了这一寸香之外，为念佛而已。所以他这个念佛呀，那是功夫很深。同时呢，他在这个住山念佛的过程当中，写了一些诗偈呀。这些诗偈是代表着他那种生死心切呀，这样的一些净土的本怀，比如有一个偈颂：“无能止合住深山，依时萧然独眼观。寄于世人修建造，此生终不到人间。”他谦虚说：“我自己也没有能力，只能够住在深山里面，深山里面在一个茅屋，萧然，自己独自的言观，告诉世间人，你不要再叫我到哪去了，我这一生绝对不会到人世间喧闹的地方去。”他为什么要有这种情怀？这净土的情怀，他是这么表达：破舟救溺理无忧，敌时须亲到岸头。等得豪师登陆后，更宜心着入中流。他为什么要住山不到人间去？他知道自己要度众生的话，一定要完成一个往生净土的事情。如果还在这个世间，还是一个凡夫的身份，等于是破舟，破一条破船，你要到水里面去救淹水的人，要救上来，那在道理上是靠不住的，因为你的船是破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就得先把这条破船赶紧把它倾到对岸的对岸边上。到了那边去了之后，登上了陆地，再换一条新船到这个中流去救淹水的人。用这个意象表明，我们这些娑婆世界的业力凡夫就是一条破船，我们想在这个世间度众生，没有福德智慧，所以一定要拼一生的经历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解脱的彼岸，再道驾慈航，回到这个世间，才有能力助这个度众生。你看，他很符合净土的教育，是用他的宗教实践来传达这种信息。然后他这个闭关3年，到48岁出关了。他一出关，他就告诉大家，他是年底，就腊月初八的时候出关的。一出关就告诉大家，我明年
四月十四日就要往生了，那就说明他提前了好几个月呢，告知大家每天念十万声佛号。他十二日的时候又告诉大家，我已经见到西方三圣了。十天前他也见到了，所以他两次见西方三圣，说我往生的时间到了。所以从十二号开始就断食，断食到了十四号，那很多的弟子都前来啊，纷纷恳请他注视。那么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去即来，生死事大，各自静心念佛可依。”意思就是你们不要留我了，我去了就会回来的，啊！希望大家要深知生死轮回这个事情是最大的，大家都要各自以清净心念佛，往生净土才可以。所以他的旁边侍者希望他留一个记子，他就留下一首记子，说明他一生念佛的境界。啊，这个记子是这么表达的：啊，身在花中，佛现前，佛光来照紫金莲，心随逐佛往生去，无去来中是宛然。这就是他限量的境界，我身已经在莲花当中，阿弥陀佛已经现前了，一现前佛就放光来铸造在他的紫金莲的莲台上。心随往生是这个心去往生的，不是身体去往生的。心随阿弥陀佛往生去，无去来中，说明他已经是切证到无去、无去无来的法性，啊，体上无去无来的法性，但是却有啊这个宛然显现的往生的事项。这就有点像天一一怀禅师说的：“生则决定生，时去则时不去。”所以他是上品上生的。通过这个醒安大师的这么一个一生的视线，我们看看他的一生就是菩提心的呈现的一生。他唯一的一个生命的目标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而把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就具体体现在持戒念佛求生净土上，自己这样去做，也令一切众生这么去做。